十二题，犯罪现场和少量的有机物。好，那检验出来之后，我们得到这张表。好，我们来看它符合哪一个选项的条件。第一个状态是固体，好，所以我们把不是固体的砍掉。乙醇、酒精是液体，把它砍掉。果糖、植物纤维跟蛋白质都是固体。OK， B 选项密度比水大。好，密度比水大 ，B、C、猪的密度都比水大，所以这个条件无法断定。第三个，溶解度不溶于水或一般的有机溶剂，那这个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高分子，也就是聚合物的特征，所以 B 选项的葡萄糖是小分子，去掉。好。那再来，燃烧只有二氧化碳跟水，那这时候把蛋白质里边本身的成分含有氮，经过燃烧之后，含氮的成分燃烧之后会得到氮的氧化物。好，所以把第四个选项砍掉，我们就能选择这一题的答案是 C。